别跳了，我要说大的。好了吧，好了吧。每个人都觉得皇后她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好像一个模式，这个没有。那张导演跟我讲说，他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皇后的一个模式，所以你的表演空间会很大。我觉得就是比较平静。我明白。我发现我总结一下这部戏，淡定。冷言冷语，不好好说话，不好好看人，是吧？这是我的基本状态，就是这样的，成天就是这样的。哦，出身农村，宝鸡，小姐弄好了，后面撤了吧，那后面的。在电影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中，巩俐饰演了一位内心深藏巨大阴谋的皇后。这每一个字都要到那边去。在影片中，皇帝与皇后的较量是瞩目的焦点，巩俐与周润发的首次合作也备受关注，影帝影后的默契合作让巩俐觉得十分过瘾。就像跟周润发一块合作的时候，我们有一场戏是喝药的一场戏，一种感觉就是可能本身剧本里面没写到那些东西，但是我们在表演过程中可能有突然有一种另外的一种东西，就更加丰富了这个人物，还有些眼神，有些动作，你需要两个人，不能说自己演自己的。起来就看牌，我看一下就行。你下来以后起来就马上就讲，马上就讲。好，这叫礼拜吧？对对对对。哎呀！哎呦！公姐也蛮幽默啊，平常也是很好笑。我一开始紧张，所以我会视线可能不是看着他的眼睛。极致的对手戏之后，他让我慢慢的放松，觉得好像就是自己的大姐一样，轻松很多。所以这头发很容易。巩俐与大演员合作，令他们十分轻松。对待年轻的小演员，他更是疼爱有加。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演员，他也是一个很疼爱妹妹的一个人吧，因为。有一段戏是他把那个药嘛往那个盘子里边那么一撒，师姐就会说啊，我应该往这面一点，要不然会碰到小女孩的脸，然后心里就会觉得很舒服，真的很舒服。他对我很好，他经常跟我逗。你父王的原配是你的牺牲物，不是你的手母，是你的生母。他经常跟我说，儿子，不要被你父王的外表所迷惑，我们还要一起对付他，就跟我开玩笑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，不仅对待我，对待李曼，对待各个人，他们都特别好，特别友善。这就是死性嘛。巩俐与张艺谋导演的再次合作，虽然跨越了10年，但是两人的默契依然存在。巩俐不时蹦出陕西方言与导演交流，使片场气氛倍感轻松。我来了以后就是这么流利，慢慢来。我妈妈的话来，心里是臭的。啊，我心里是臭的。是的，慢慢来。没办法。没办法。心里臭数。那心里是臭数。没办法，听妈来。我告诉你，他是谁？他就是画上那个女人。你那神物，你的神物，真心感觉。有一个保姆，我不推一个保姆。你也推还是你？只是一个更饱满的，一个更饱满的两个人面对面的那个逗的导演。
我不可以理解你以前怎么跟他一起拍戏。跟导演的在这么多年一块合作，大家交谈过程中还有很多东西很相通，跟十年前没有什么变化，那个合作的很随意，大家都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，我也知道我应该去把什么方面哪些最好的东西展示给导演，我希望他能够满意我的表演，我也没问过他，反正我觉得，反正我问了他肯定说好好好，我也不用再问了，但是我希望我的表演他能够满意。我是十年没跟他合作了，我不再合作了。年代在外在，最好的时候。I feel like this is she never played great. She's so good. She has a lot of. Well, listen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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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! 在戏中，看似简单的犯病、摔跤，巩俐都是用心体会，全力表演。以至于巩俐在片场经常伤痕累累。放手，我活，放手就不尊。我问你问题行？就是如果这样的。哇！这么多花。哇！哇！天气又小。开始。到底在干什么？除了精湛的演技，巩俐在戏中的六套华服更是本片的一大亮点。这些美轮美奂的服装均出自服装设计席中门之手，他专程从法国、香港等地买来各式布料。经过几十个女工人工缝制数月，其中最为繁复的一套凤袍净重就达20多公斤，尽显盛唐时期皇后雍容华贵的气质。其实皇后服装最主要也是参考那个唐朝的那些壁画或者是图画，可是因为导演有希望说，因为唐朝的戏其实也拍了不少，也见过差不多类似的，所以就想有一些改变不同。那么好像他说可不可以再性感一点啊，好像我们看那些法国的宫廷片，那些皇后啊宫女都穿得很性感的，他就提议我可以大胆一些，色彩方面也是主要是金色的调子，包括他的头饰，其他的都是以金为主。嗯，这些服装很漂亮。你穿上这些服装，你就感觉你是一个皇后，你是一个国家的一个主人的感觉。他的所有的发型、化妆和他的服装，都是很特别的。照镜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自己是一个皇后，自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物感觉。尽管衣着繁复，每天需要将近4个小时的化妆造型，却仿佛丝毫没有影响巩俐的状态。拍摄间隙开起玩笑来，依然不减幽默。什么？什么？好像花儿。好了，好像花儿。没有那么快吧？在巩俐的皇宫里，到处充斥着菊花，这些五颜六色的菊花都是剧组从云南空运而来，每3天就要更换一次。这些菊花绽放在巩俐的头上、身上，还有这手中精致的刺绣。巩俐为何偏爱菊花？我不喜欢菊花。你怎么喜欢玫瑰花？预备，开机，开始。好，巩俐就下镜了。今天真是的，今天是一个一个两个镜头。拍拍下集的时候再找我，拍续集的时候再找我。拍续集的时候，这个片子是这样一个颜色，这么一些演员，这样一些场面。
这么一个故事，那么我想大部分观众会很喜欢。